去了，已经到交班时间了。耶、啊，不了鸡、啊啊！真奇怪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所长。救命啊！宗三宝住了，这些钱我要拿着还给大家。我不要，这些钱是我赚来的。太好了，冰块全都用完了。自己花钱买的，就想自己把它全部用完，这男人真小气。我看是天生的本能驱使他这么做的吧。给我闭嘴！